如果把 BD 版当中的狙击豌豆叠加在一起，大家觉得它像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究极版的狙击豌豆。我说到之处，将是寸草不生。呵呵呵呵，这就是我的强大之处。好的，接下来咱们也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究极体的狙击豌豆到底有多厉害吧。首先，抬头狙击一万血量的铁桶僵尸。其次，低头狙击两万血量的小鬼僵尸。然后狙击拥有三万血量的胖墩僵尸。再然后狙击拥有两万血量的巨人加钢铁儿。最后狙击拥有五万血量的深海巨人僵尸。哎，这个不行的。如果把火龙小鬼僵尸叠加之后，它的形态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哎，兄弟们，这个样子像个什么呀？是不是看不出来呀？那如果把它的小翅膀给解放了，大家看起来像什么呢？反正我感觉非常的可爱。当然，可爱之后那肯定就是它凶残的一面。那么接下来咱们也不废话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叠加好的火龙小鬼僵尸到底有多凶残吧。首先，地图上的呢是两个胖墩僵尸。第二组上场就是我们十个大嘴炮小鬼僵尸。第三组上场就是我们两个搏击手僵尸。第四组上场就是他自己了，因为最难战胜的对手就是他自己了。这个也太好战士了吧。那么最后一组上场呢就是我们的跟组者了。叠加后的超级凶手火龙小鬼能否战胜我们的跟组者呢？这个我们的跟组者也太强大了吧。